你我在此摁下手印，协议生效。我想死你了！啊，我想你了，我的大床。你想念我的大床干嘛？你起来。嗯。你干什么？你也要睡这儿？我当然要睡这儿了。你修炼又没有进步，我们又不能分开，我只能睡在这儿。阿英啊，在一对男女不是仙侣的情况下，同床共枕的话是不对的。明白了，那我们要做仙侣吗？你是在故意惹我生气吗？你之前是受刑的时候，你不就一直睡地上吗？ 我又不介意我们俩一块睡。我就要茅厕，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睡着了，在地板上。你有事吗？我要睡床。行。还有，你要跟我好好修炼。行。你不能带我在空中绕圈飞。好。 你不能让我端茶倒水捶背。还有，行，我一会儿给你细细的列一条准则。我从今天开始，我都不再命令你了。你现在可以先转过去吗？嗯，谢谢。 再远一点。好，第123条。 古镜，不许。都100多条了，够了吧？行了，你我在此摁下手印，协议生效。